小猪一家开饭了，开饭了！来来来，给猪爸爸一个大勺子，给猪妈妈一个大叉子。来来来，小佩奇最听话了，给小佩奇一个小叉子。哎，我的呢，我的呢？哎呀，完了完了，这工具都分完了，怎么没有小乔治的呢？不对呀，我小乔治之前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勺子呢，怎么没有了呢？乔治啊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爸爸把我的大勺子分给你。我不要不要，我只要我的。哎呦，别着急别着急，乔治，妈妈把我的叉子给你行不行？不要不要，我要我的勺子。乔治，姐姐把我的叉子给你行不行啊？不行不行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们要给乔治去找一下他的勺子。好好好，我们呀现在就去找。快看快看，今天我僵尸捡了一个小勺子，还挺可爱的，回家呀给我的小僵尸。正好呀，他没有吃饭的工具呢。找到了找到了，快看，乔治的工具在这里呢。巨人僵尸，赶紧拿把这个小勺子还给我啊。不行不行，这是我捡的，我才不给你呢。